啊，现在处于那个右手手指啊，痒又开裂。我看到一个士兵啊，在穿戴的黄金啊，直挺挺的在那个站岗啊，在站岗啊，在天安门广场上，后面是叫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趴满了灵魂呐、啊，他们在质问你们这个纪念碑到底在纪念谁？这个纪念碑啊，到底你们纪念谁？你知道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爬着好多灵魂呢，是哪里的灵魂吗？原来自1937年开始的，然后到1945年之间的那段时间呢，那个期间从日本出战的好多那个亡灵呢，主要是国军呐，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当时叫中央政府、合法政府啊。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那些国民政府的，也就是蒋介石时代的国民政府的那些从日本作战的那些去世的那些亡灵呢，趴在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密密匝匝、密密匝匝、密密匝匝、密密匝匝呀，趴在上面呢，他们表示不满呐，他们表示不满呐，没有人纪念他们呀，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纪念了谁呀？到底纪念了谁呀？原来都纪念了那些刽子手，就是打内战的，就纪念的那些打内战的，就中国人残杀中国人的，也就是共产党搞的嘛。共产党去屠杀人民、屠杀国军的那种人，得到了纪念。哎，人民呢，明道纪念那些刽子手。然后这案例是什么呢？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什么呢？那些国军的亡灵啊，关系啦、啊，他们在这纪念碑的上面啊，把那些啊被纪念那些共产党的那些亡灵呢、啊，强的踩在脚下，踩在脚下，他们在上面呢、啊，站着紧张，慢要踩呀、啊，慢要踩呀、啊，把那些都踩得开裂呀、啊，踩得开裂呀、啊。开裂啊！哦，难怪我说了一个要排的那个手指痒，开裂裂开了，就是被那些从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那些国军士兵呐、啊，他们越学抗战，但是呢没有得到纪念，反而得到纪念的是哪些人呢？共产党的刽子手、打内战的人得到了纪念，所以啊，那些国民党的亡灵呢，关系啊，关系啊，关系啊。关系啊，把那些共产党在阴间都踩在脚底下，踩到开裂了，踩到开裂了，踩到开裂了。那个我那个手指又是痒，又是开裂了，又是开裂了，又是开裂了。大家记住了啊，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啊，到底应该纪念谁？我们现在从阴阳两界看就知道了吧？应该要纪念1937年到1945年之间进行浴血抗战的那些国民党士兵，而不是纪念。从1949年前后打内战的那些共产党，今年搞出对象了，搞出对象了，好，提醒大家搞出对象了，适当时候把它纠正回来啊。阴间开始发怒了啊，人家怒火啊，怒火啊，一直在燃烧啊，一直燃烧啊。哎，我们还是小心点吧，不要把故宫给烧掉了，就怕故宫这两天失火啊，就怕故宫啊这两天失火啊。哎，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关键就看那些国民党的那些亡灵呐、啊，如果那个再不得到那个愤怒的发泄的地方的话，它会引起一场故宫的大火啊！哦，会引起故宫的大火。哎，我们还是留意一下子，注意一下啊！好，再见，再见，再见。